给大家看一下今天钓黄鳝的地方，太阳多好！我已经骑了3个小时才出来找到第一个黄鳝洞，看见这滑道没有？这滑道多光滑，把它往里面刨了一点。现在我们开始钓一下，看没？那里还有个洞，全是找到的牙签儿。哎。哇，嘴巴没那么大，伸不进去钩啊，送钩都送不了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又发现一条。哦，这条感觉刺口的话还挺大，哎，还行。哎呦喂，钓下去，今天还要吃，没钩通。1两多这一条是。这么大的鳝鱼洞里面的鳝鱼筷子头那么大都没有。上了。哇，又是一条小牙签。今天这个位置鳝鱼倒多，尽是这种牙签。一伸进去，哦哟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钩子。哎，蚯蚓都干掉了。看一下蜜蜂，蜜蜂飞的声音。我一口就把蚯蚓我干成这样，感觉没多大这条鳝鱼。中了，真的没多大，上嘴唇。还是有2两，2、3两，3两没有的话，2两多是随便了，收起来。今天的第一条大货，哇，他吃了好多蝌蚪啊！他刚刚吐的有蝌蚪出来。现在我们准备回家了，钓了3、4个小时，饭都没吃，就钓了可能8条黄鳝吧，然后肚子也饿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，有喜欢小黑钓黄鳝的，请帮小黑点个关注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